既然你已经签了合同，就忍着吧。你干嘛？你就这么讨厌我，非要我消失，对吗？吃什么吃？把腿给我放下去！你吃枪药了，一回来就怼人。既然你要住到我家，就该守我的规矩。毕秋瑾，你什么时候跟他关系那么好了？理论上来讲，现在的薛宁只是暂时失去记忆的宁飞，本质上是同一个人。我只不过是把对宁飞的情感有所保留的转移到了薛宁的身上，并没有什么不对。听听听听，还是学神姐姐看得明白啊！我劝你啊，最好是对我好点，要不然我受委屈，宁飞就得跟着受委屈。你忍心看宁飞受委屈吗？通俗来讲，他现在就是紫霞和青霞。如果你想要见到紫霞，那么你首先就要照顾好青霞。这个我听懂。Give me five。Five， 随便你们。气死我！哎，等等，我今晚睡哪儿？当然，我不介意睡昨天晚上睡的地方。他昨天晚上睡哪儿？我昨晚。他昨天晚上当然睡沙发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安排一个绝佳的位置。你就让我睡这种地方？连个门都没有，我的隐私权怎么办？隐私权。学生姐姐，你求我也没有用，当初宁飞就是睡在这儿，现在换你来睡，很公平。我就喜欢这种公平又公正的态度。走，签合同去。走吧。你让我住票上也就算了，还让我签这什么鬼协议，这都是什么鬼条约？不准带女性朋友来玩，在家只能叫宁飞，太过分了吧？爱签不签，不签滚蛋。必须配合林菲菲所有的治疗工作。什么治疗工作？你疯了？我在帮你治疗啊，电视剧不都这么演吗？脑部受到重创之后失忆，再撞一次就能恢复记忆了。我想试验一下，是吧，学生姐姐？记忆障碍是一个复杂的病理过程，如果头部受到重创，伤及到额叶、颞叶、海马回、扣带回、丘脑、间脑和中脑网络结构，都有可能造成记忆障碍。不过，二次重创能够恢复记忆，这个目前没有科学依据，我觉得你还是当看看电视好了。呀，那看来我得控制点力道了。我，你是个疯子吧你？你可以不签啊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谅你也不敢打死我，反正我受伤，那就是宁飞受伤，自己看着办喽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洗澡啊，要一块吗？你说他还能恢复记忆吗？一切皆有可能。薛宁现在不愿意面对过去的事情，是因为不想面对曾经那个无能的自己。如果受到同等的刺激，就有恢复记忆的可能。那我再找人打他一顿？你别冲动，千万别冲动。我不管，只要能让他恢复记忆，什么方法我都要再试一下。
去，好凉啊！林菲菲，又是你，你要干嘛呀、啊、你？我听说突如其来的刺激可以恢复人的记忆，我想试验一下，怎么样？我不介意，我就喜欢洗凉水澡，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。阿秋。林菲菲，我感冒了，你要负责。哎，这里还有女生，你能不能注意点？说吧，怎么补偿我？嗯，这是实验必不可少的牺牲。虽然我也很抱歉，但是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啊。既然你已经签了合同，就忍着吧。你干嘛？你就这么讨厌我，非要我消失，对吗？你不消失，他不会回来。他有什么好？比你好。真感冒了？不然呢？我还能用感冒讹你？我给你拿药去。我不吃药。我饿了，你去给我煮碗面吃。什么？你要吃我煮的面？怎么？不行吗？行啊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回去。我的世界已变了颜色，咖啡太苦涩，看起来还不错嘛。仍然在为你炙热。分岔的路口，我们都太犹豫了。喂，我辛辛苦苦煮的面，也太不尊重我了吧？你这面有毒。你小子算你走运啊！你知道有多少人想吃到我做的东西？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你的面有毒。至于吧？这就伤自尊了。你的面有毒。连你最心爱的东西我都保护不了，怎么那么蠢啊。尽管已不知所措，越是快乐就越难过。你有什么话想说？能不能把心坦白交给我？如果是那一个如果，我愿同着换你解脱。